那两狗跑得贼快。这边路好烂哦。别去指着那边拉粪一样的那个，原本还是挺平的，修起。车跑哪得到？我觉得，只要装得完。跑你骑三轮车没那么大的力哟。拉红薯啊，我二伯娘家的红薯。我等一下下午去丰都啊，本来说小凤拉他，用前面那个车拉得太慢了，所以说我先把这个拉回去啊，小凤他就轻松一点。你坐。那抬一会儿喽，二伯娘我们。我哪里提哪里提。我才换的裤子，一会儿我本油要脏了，我又要换一道。我拉了我都都风不起来，我都。哦，一个拉还。海方带。海方带啊，还把羊爆胎了哈。好。我们的三轮车负担好重哦。不拉，你都说不拉耶。你莫拉呀，真的。不拉。不拉呀，不拉。你莫拉。莫拉钱呢？你居然干那么近喽！哇！拿个，用。你捡外了是拿钱的，那个。又不是天天都在拉。那他外边个他那个。在屋头里搞又没事啊，走，乖乖。那就那么多。嗯。啊，昨天。还是有点重的哈，小宝。那肯定哦。有一千多斤没得呀？那个有千多感觉车子都压得嘎嘎的，还是有余了的车子。我就停在这里了啊，等一下我二伯娘她自己回来下，我马上要去丰都了。教练他一直在催啊，下午要上车，然后小凤等一下把空车开回去，我就先走了。乖乖，老板走了哈，下次再带你去玩。人家一直惦记着纳西狗，给爸拜拜，宝贝。拜拜。他哭嘞。没事喽。不哭哈，宝贝。哦，爸爸他小孩又来带瑶瑶哈，要得不？嗯，好嘞。我们给爸拜拜来。